The non-vegan food we've been eating has been killing us. Ava DuVernay, vegan.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Confucius said, "When you see a good person, think of becoming like him. When you see someone not so good, reflect on your own weak points." Please continue watching to discover more profound findings. Today's program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nalect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诚挚问候宝贵的观众，我是李杰，崇尚灵性的中国人民，感谢上帝赐予纯素生活方式带来的丰盛与喜乐，愿上帝保佑您创造更和平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论语》这本书又称《孔子语录》，是汇编了孔子与当时的人充满智慧的言论。现在就为您播出儒家《论语》选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孔子被尊为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名师之一。孔子生前周游中国境内许多国家，阐述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仁、义、礼、智、信。孔子对当时的影响在于他道德生活的典范与仁慈的治国理念。孔子毕生致力于教育，他广收励志向学的门徒，有教无类。时至今日，他的教诲和哲理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和其他地区多达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的领导者都能引述孔子众所周知的名言，各国的学者仍然醉心于研究他博大精深的理念。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个人和政府的德行，端正人伦纲纪以及正心诚意。这套哲理提出五种所有人每天都应该遵守的美德，以过着和谐健全的生活。青海无上师曾经在一场讲经开示中谈到孔子，主题为儒家五常，2019年2月2日讲于台湾，又称福尔摩沙西湖。好，我也佩服孔子啊，谢谢他。一个人开悟这样子，生生世世人还会尊重他。你看，啊，到这个时代，人家还拜拜他呢，还纪念他的生日，那个时日。还有寺庙盖的辉煌给他纪念，给后代的人学习他的教理跟榜样。真正的一个开悟的人会影响哇百千万亿的人。第四篇，礼仁。孔子说，同品德高尚的人住在一起是最好不过的事，选住址不顾环境哪算聪明？孔子说，品质恶劣的人忍受不了贫穷，享受不了快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孔子说，只有仁者能正确的爱人，正确的恨人。孔子说，一旦树立了崇高的理想，就不会为非作歹。孔子说，富和贵
人人向往，不以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不要享受。贫和贱，人人厌恶，不以正当方法摆脱的，不要逃避。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算君子？君子时刻不会违反人道，紧急时如此，颠沛时如此。孔子说，我没见过喜欢人道的人，厌恶不人道的人。喜欢人道的人，认为人道至高无上，厌恶不人道的人，目的是避免受不人道的人的影响。有能够一天尽心为人道的人吗？我没见过没能力的，可能有，但我没见过。孔子说，人的过错各不相同，观察过错就能了解人的精神境界。孔子说，早上理解真理，晚上死也无遗憾。孔子说，立志追求真理而耻于粗布淡饭的人，不值得交谈。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一切按道义行事。孔子说，君子心怀仁德，小人心怀家乡；君子心怀法治，小人心怀实力。孔子说，一切按利益行事的人，人人厌恶。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没问题。不能以礼让治国，怎么实行礼法？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地位，要注意做人的立场，不要怕没人了解自己，要想办法使自己容易得到理解。孔子说，曾参啊，我的思想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彻始终的。孔子的门生曾子说，是。孔子走后，其他门生问，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思想就是忠恕。孔子说，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孔子说，见到贤人要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要反省自己。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是怕自己说到做不到。孔子说，严于律己就会少犯错误。孔子说，君子要言谈简洁，要行动敏捷。孔子说，高尚的人不会孤独，必有志同道合者相聚。欢欣鼓舞的观众，很高兴与您一同观赏今天的智慧之语节目。愿天堂时时择批您与您的家人丰厚的爱与喜悦。 Elated viewers, it's been a pleasure to have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words of wisdom. May heaven shower you and your family with abundant love and joy always. Vegan, because we love our co-citizens.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nd suprememastertv.com/WOW. Nos programmes offrent plusieurs langues. Veuillez visiter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et suprememastertv.com/WOW.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Visiten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y suprememastertv.com/WOW. Acara kami menyediakan banyak bahasa. Silakan liha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dan suprememastertv.com/WOW.